推动素食，慈济吉打分会发起万人斋戒运动，获得回响。有34所中小学和幼教，12000多位的师生和家长一起响应，体验一日素食。走进学校厨房，给予厨师们建议，怎么做出可口的素食料理，也在餐厅里跟学生们分享为何要吃素。吉打慈济人用行动推动茹素，即使是在伊斯兰小学里，宗教不同，但同样能够得到认同。要教育学生环保，素食的好处，除了对健康，除了环保，还可以对自己的健康。志工积极走访了34间小学和幼教中心，已经有超过万人共同响应一日蔬食活动。大爱新闻徐玉仁、谭如卓，马来西亚报道。